和这样的女人交合会增强运势。老妹儿挺带劲的。师傅讲了一期房中术，几期品鉴鲍鱼的方法。很多施主问，和什么样的女人交合会提升男人的运势？那么今天咱们简单解答一下。房中术说，和这样的女性交合不易：第一，面圆肤润；第二，生平气和；第三，不露骨不露结；第四，阴毛腋毛细润。这身体确实太虚了，必须补。和这样的女性交合损耗，简单说就是和补益的那四条相反。咱们今天强调两条损耗最严重的：第一，骨节突出；第二，阴毛粗硬。这两样损耗尤其大。和好的女人交合，可以阴阳调和，平气安神，畅其心性，自然是补益。